在一个根本不懂的道理的人，但要如是老实念佛，心中都还能够潜移默化。为什么能够潜移默化？因为觉必定如是，佛性必定如是。那为什么能够潜移默化？大觉心体之中，你但要发出赤诚，觉必定能够来接引你，那叫接引法门，不是吗？由觉接觉，以觉应觉，那是必然的接引啊。假如你有一句说呢，我什么都不用管了，你念了二三十年的佛，心中只是这一念那种委屈，叫什么都不用管吗？那这里面还有决心的接引吗？这里面还有觉照的作用吗？或者你会说，我什么都不用管，是讲的红尘之事，世俗之事，听起来是好像。有道理，听起来有道理。哎，对你修行人不要管世俗之事啊，那听起来有道理。但是要是真正是念佛人，真正明白觉体的人，请问当下行者就在你现前这一念当前，你能分得出来什么叫世俗，什么叫做这个行者要学的清净心吗？你分得出来吗？你不要管世俗，你能够把你现在这一念哪一个念是世俗，你全部拿掉。不要管世俗啊，你会发现你根本拿不掉，你也没东西可以拿嘛。你拿掉以后就叫断灭了，你怎么拿？你眼睛见色，耳朵闻声都是世俗啊。但是就在这个世俗当前，你不就是就可以看到你念念超越、念念拔尽心中的愿力吗？什么叫超越？你懂得是觉心时，懂得是无量光时，就在这个世俗当前，说管说不管，说二说不二，你不都是念念超越？你看的就是管与不管的种种声音，你体会的就是二与不二的种种的呈现，但你却在一切呈现当前，你再也不是躲在眼前的种种较量，你反而是什么拔？拔济这一切较量，你不但会拔济这些较量，你甚至把你如何走出这些较量的如是心中的道理跟心中的赤诚，不就是你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方便？不就是你要传达给一切众生，令其能够自己走脱过去的无明业力的根本的教授吗？